山中有一树，世上无敌人。那又是这句啦。今仔日碧雕无来，小弟梁介生的来。讲真尖，说真尖，真尖说不尽啊！开什么玩笑？8800元，唔是，是8800元呢？啊！你把咱的钱当作沙雷啊壳，卖滚笑啦！8800元唔免我负担呢，是恁这少年人呢？人讲鱼趁青，人趁钱，恁当少年，未来这8800元特别有神的负责，歹势是你爱行，唔是我爱行。我先啊爱出来替恁讲话。孔子讲有讲：无欲速，无见小利啊！欲速则不达。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啊！嘿，这个政府目睭去予喇叭搞着，伊也毋知讲南北二路各县市人口无共款，地形无共款，文化无共款，啥物咧轨道建设4000多亿，恁敢知影台南市？咱成功大学一个先进的学友叫做李宏源，伊会使讲提出真侪好嘅计划，但是即个政府啊，都唔知影好人才啊，伊爱用奴才，无爱用人才啊。台南市自1995年以后，人口就不再成长啊，无人要生囝啊。你也看苗栗，迄阵啊人口会成长，因为苗栗有风力发电啊，爱风力发电哦，有电车啊，电车暗时啊咧胖咧发电落安尼，所以通宵遐人暗时啊拢困袂去啊。肃静！啊，困袂去，伊都要负担足侪牛奶粉钱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遐人口是咧成长啊，但是台南不但无成长，高雄有277万的人口，做一条轻轨铁路。安尼话夭寿啦！迄车咧走吼，暗时啊，佫亲像幽灵马车咧，4-5台车，少坐4-5个人。277万的人口，台南市是较190万人口尔尔咧。刷了拄只吼，阮即个美丽小姑娘佫讲安那，哇，对沙崙站吼，台北坐来到遮2点钟，沙崙站坐来到遮爱佫1点钟，无啦，22分尔尔啦。若真正遮困难，无恁的前瞻计划嘛，应该规划一条对沙崙站来到市内，对不对？嘛无啊，嘛无规划这条，伊对倒，就对这个望西台啦，望西台开始走啊，走来到中山公园，然后走去到石上，还佫走去到安平，重点就干那要消透安平的人口尔尔，安尼甲咱开偌济？坦白讲，甲咱开600几亿，夭寿咯嘞！来，这个计划佫毋是真伟大呢？是非常的伟大哦！你敢知这个计划是当时做的？嘿，你唔知啊？我讲给你听，唔是赖清德做的呢，这个计划是日本人做的。截笑三回。这个路线是日本时代就画落来，要想啊，你甲看卖啊！即马21世纪啊呢，可以用19世纪的规划提来咧，甲咱增减啦。真尖真尖真尖，干那听落去到底心肝就像尖的位啦！这个钱哦，拢恁的咧。你甲想，较免反对。来讲到国民党这党团哦，砸头啦，砸头啦，参这也挡袂落来。那我两家也入去立法院哦，今仔都无好食好食困。啥物咧？只有执政党无要让过的法案啊！这咯，你无看到民进党伫立法院野武勇威，也有牵丝绳，也有战门，也有关大锁，法案就动起来啊！是安那国民党遮是安那无一个会晓表演的，无一个会晓期盼的，表示心目中无真正替人民咧想啦。所以这8800亿，无论如何想尽办法，绝对一定要给它动下来，对不对？